那你出个好玩的题。我聪明，我聪明。让姐姐出。我出题可以，但我不知道答案怎么办。他说他要出个题，他不知道答案。就是一辈子都被这个问题困扰，是吗？现在。派大星的天敌是谁？派大星的天敌，海绵宝宝。说派大星的天敌是海绵宝宝。蟹老板。嗯。就是海星，海星的天敌是谁？我觉得你找到同龄人了。你找到同龄人了。这今天最经典的一句话，派大星的天敌是谁？海绵宝宝。